只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安静地在你面前。愿我们今天晚上能有个能听的耳，受教的心。
手舞足蹈的在你宝座前赞美你。我们将祷告、仰望、敬拜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已得胜的名。阿门。我们以此读信经来做我们的信仰表白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感孕，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